今天我们吃这个玉米面，这面是250克一袋，发十袋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是玉米粉、食用盐，然后还有饮用水，属于东北特产啊，挺细的。Hello， 宝子们，今天吃夹生面还有鸡蛋，你们猜我吃了多少个鸡蛋呀？又失败这个其实也是一整个鸡蛋，这个是我做的握鸡蛋，但是我没握好，所以就上面改成煮鸡蛋。都是一个
因为我加点热水，刚里面的水太少了。贵呀，加点火鸡面，还有刚刚这个，太过瘾了。请问问我那个荷包蛋是20个，你们算一下一共吃了多少个呀？4包面。